在2015年时候创办 T Park。妈妈跟 Gogoro 认识就是每个礼拜一，然后我回家带他去吃饭，那每一次他都抱我非常紧。那抱了以后，当然慢慢了解这台车子的特性，然后我也慢慢的解释。如果用一两句话来形容 Gogoro， 我觉得就是环保，然后舒适，还有帅气。